the swampy part of Pulau Ubin, and we are heading towards the mangrove area. Hopefully we can catch some crabs this morning.
没有，开始。 这里有一两个洞了。
closer. So you win. Wow. This is a fish that I usually keep空手，我今天都没有什么兴趣抓了。 那只螃蟹住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沙，还是白泥土，还是黑泥土，它的颜色都不同的，都有好有坏。它的螃蟹王可以到 5.5 公斤，印尼 Sumatra Aceh， 它的螃蟹王也可以到 5.5 公斤。
它的岩石靠近斯里兰卡， 因为它跟斯里兰卡是一个大海啦， 从中间印度洋啊。 注意看看得出啦， 因为它酒的颜色有点差别， 但大致上它们很接近。
不漂亮。 有一只九字，应该没有错了。这个洞尾巴，我挖一个洞，从后面抓比较容易。 不好做啊，这个洞，这个洞又花很多时间。 这个螃蟹的肉不够。
这个是岩砖洞， 那个是我挖的。 上面都有养有几只啊<咳>